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又到了大家来吃便当的时间。我今天来到那个金五路，就是一中街这边金五路有一家，它叫东山门啊，不过它前身是那个老台中，知道以前台中有一个小西门，很炖肉饭很有名，然后它应该也是它加盟店。对，然后小西门这个牌子在台中，几乎快要光了。目前我知道太原路有一家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一家，然后这一家我没吃过，昨天扑空了，今天再来补拍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家了哈。那今天帮大家介绍的是这一家，哦，东山园复合式餐饮。那他在金五路上，就是在那个翁记泡沫红茶旁边。好，那今天跟昨天一样，就是我有另外再带单点的东西回来，嘿。然后这一餐是比昨天便宜很多了，这一餐这样才150块，嘿。那我们先来看他的便当。那根据我刚刚。哦，它的餐盒长这样，然后根据我刚刚单点的那个，其实他们这种店的那个蛋黄肉是很好吃的。那我是买了白菜卤牛肉啦，就是蛮特别的菜色。它这个，然后我单点那个蛋黄肉的时候，老板娘说蛋黄肉70块，单点60，所以这一盒10块钱。好，哦，如果以店家定义的话，那有三种菜，好，哦。那还有那个萝卜干、白菜卤牛肉，蛮特别的啦。这是白菜卤牛肉，这是我单点的那个龟啊蛋黄瓜仔肉，蛋黄应该在下面，因为它这是从那个根龙里面拿出来的。对，蛋黄应该在下面。好，蛋黄在这里。蛋黄，这个店有一个特色就是免费的柴鱼汤啊。那如果像之前去店里面吃的是喝免钱的，然后因为回家带回家就只能这样一碗。哦，这个是柴鱼汤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吃便当。好。好，今天对大家介绍是跟大家介绍是东山园菜，我觉得就一般般啦，啊。刚刚大家有看到菜色就这样子，哦，那我是觉得还可以啦，因为这个便当也不到100块。豆芽，好，哦，豆芽，豆芽炒那个韭菜花园，这是什么？好像是地瓜叶吧，地瓜叶，洋葱炒蛋，这是很常见的，这是很常见的菜色。然后饭呢，饭好吃，那个菜够。菜脯也是很下饭，好像味很咸，不错吃。接下来我再来看它主菜哈，这主菜来，白菜卤牛肉，感谢哦。其实是牛肉饭啊，这里面有白菜啊，啊木耳。一般我们在外面卤白菜，就是用猪肉卤白菜比较多，牛肉卤白菜倒是比较少看到。啊，因为它这个是蒸笼蒸的里面蒸笼蒸的菜，所以那牛肉虽然看起来是瘦肉，但是吃起来蛮软的。是瘦肉，可能是因为加这个豆皮的关系，我觉得有一点点的油耗味。
有一点点油耗，很可惜啊。这个六十块，啊，这个是60，这古早味了，嗯，很香啊。蛋黄是一整颗的，它这个味道我觉得有一点点偏甜，嗯，配饭很 OK， 但我觉得这蛋黄后出来的时候有点太甜了，太 OK， 那就是这应该是之前小西门的分店啊，它现在已经改名字了。那味道的话，啊，我改天到太原路那间小西门再买来吃看看。要是我记得那一间没有。好，那今天便当就介绍到这边。那如果喜欢的话，欢迎帮我们按订阅、按赞加，开启小铃铛，那冰箱就会把第一所便当资讯传送给你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